拓宽，愿生命虽然聚散随遇而安，万物都回归。随喜大家的精进，所以对我来说，一年出家只有一条路，精进啊。当然，精进或者能够方面对内跟对外。那特别你被利益众生，一定要先对内啊，也就是说。你发亮了，那对方才会因为你的亮，而他也亮了。在佛教里面叫传灯一样，所以为了要利益众生，啊，一定要成佛啊，这个叫菩提心。那为什么要利益众生？因为咱就艰苦啊，老实讲，我咧这世间有艰苦无，加在个小可快乐。那我现在就大家拢要自杀，所以这个世间的所有快乐，好像都比较短，但是痛苦的比较多啊。已经我们出家人已经没什么好痛苦了，出家人啊，无烦恼钱啊，无烦恼感情，下面拢无烦恼。啊，但是呢，毛在辛苦呢啊，就是。啊，过来是呢，过一日会起烦恼的心呢啊。如果你没有所谓空性啊，然后你就会被境界影响。包括我赶快，我每天要讲很多话，处理很多事，所以我很少睡午觉了，睡的时间也不长。但是有太多，如果古早都没那个问题，现在有手机呢，有电脑，所以四面八方，世界各地。像我有微博，这微博来对我还有5000封信还没回，我们在边他出力，我已经看到眼睛都不行了。但是老实说，不回不慈悲啊，因为过去有好几个，因为他们在癌症在医院，当然他还可以看微博，然后很痛苦。想要自杀都还问我师父，我要跳下去，我还跟他不要跳，因为那个腰，那腰的疼，他腰里面有癌细胞，你看没有办法，就只想自杀啊！所以他太太就拍相片给我看，你就只能每天抱着棉被，然后这样弯了，因为小可叮当都疼。当然，伊家讲他真的想跳，但是他连爬到窗户的能力都没有，但是他又不能跳，因为他太太一直求他活下来，因为各种原因啊，很小，很痛苦。那当然2-3天他痛的时候就会传给我，我就会一直帮他。到后来几个礼拜没传，我想一定是死啊！当然，所以我只是希望他是。因为癌症而死，而不要因为跳楼而死啊！但是，所以这个世间，如果你是一个没有那么热忱的人，当然对你来讲，就像一个冷酷的医生，反正看这啊，他的脸就会变。我认识很多医生，我也觉得这个医生如果没有体悟到众生的病，他只是一个专业的话。甚至他已经变成主治医生了，讲话很专业、很冷酷的时候啊，对于来讲是最大的伤害。因为人类最大的最好的佛性就是悲心，其他不重要了啊！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大悲心，你再专业，你的地位再高，只会伤害你。所以就像我们很怕毒蛇一样啊，眼镜王他就动就是要咬人，而且会追人啊。在马来西亚有一种叫什么忘了，他会追人的眼镜蛇，所以出现在我们森美兰一个下面爪，跟下面眼镜王是吧？所有印尼人看到都跑掉啊，因为马来人他们就因为他会追一般的蛇，按你照眼镜他可以直接这样跳到你身上啊，他跟别的蛇不一样，所以一看到全部他们这几天放假，所以我们战日是要自己看。他就问我怎么办，我像偷铁工啊，我不要弄。第一个你不能伤害他，第二个你不能报警，对不对？那你要请土地公，我有个腔子的监牢地神，我传相片黑细苗连开光啊，眼镜王还不算，昨天又传给我一只绿色很漂亮，将近3公尺，他问我哪在？我讲叫做青蛇啦。他说师父怎么会一直出现？像土地公今天讲阿弥陀佛啊，只能这样子。但是跟你的工人说不要惹他，但是也不需要怕他，怕也没用。因为我以前在恒春也是经常碰到这些，后来我发觉怕他没用，怕他他可以跑到你房间，你一个不小心，因为我也有一个师兄弟，就招开绑筋，乒乒乓乓，我什么代志抓你绑筋来。眼镜蛇呢？因为我本来就看到那一只蛇，但是我后来就怎样？他不会进我房间，他进他房间，因为他脾气比我差，有一点毒。但是我有一只忠狗，一家高啊，那3天守在我的房间门口。因为我有狗护法，一家高啊本来是被抛弃的，大家拢不爱干了，我爱，我就看文书好归佛归法叫来福哦，终于得救了。也免去用淡掉啊，我就养它。那时候它为我而死，所以那只眼镜蛇，它守在我这边，所以它被咬，它跑到对面的房间啊。所以你怎么防？在你房间呢，在你床下啊，它什么时候进去不知道。佛教叫因缘不可思议啊，所以同样两个人。那因为我这个人不生气的，虽然我有脾气，但这个人不会害人。这是我从小到大基本的。我有个性，但我绝对你把书掉安了，我拢欢喜了。我就不会去设计别人什么事情，我就不想这么做啊。那这一点还是一点点善根啊，因为这样，所以他不会咬我啊。所以，那你跟他说话，他还会听。你拿东西给他吃。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，这世间所谓的苦，拢是咱大家一直起心动念。所以起心动念可以，但是各位千万不要给人细给。有些人喜欢小脑筋设计啊，不能这么做。我们再好的脑筋，再笨都没关系，笨也没关系，不要害人，不要设计别人。所以，就算你养个流浪狗，养到全身脏脏了。但是养得没有很好，但是我还是想要保护它，这样而已。这是合乎的基本的条件啊，基本的条件。那但是话又讲回来，就是说，但是有时候做生意的人，或者为了交男女朋友，为了抢对方，为了你可能会用一些心机，想要去把对方给伤害走。但是这种叫做毒啊，这个叫毒了啊。那我们学大乘佛教，就最怕心中有这个毒，就是说你可能会设计伤害众生啊。就像我们看啊，这个三昧水忏，他悟达国师讲一句背后公然一句歹话，还对方给我斩妖，对方落口了啊。对他来讲，他忏悔了，十世的修行业还是来。我想我们修大乘佛教，各位先要学这个。不管你给我打成肉酱啊，那我还是静静的啊。我只想说，我那还舔，但是我不能去害你、告你。所以有人跟我说：“叔，你别再列个狗！”我说：“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。你想告对方，你就不是佛教徒了，因为佛教徒特别大乘佛教，像那规定，连吃一对肉嘛袂使，是因为伊足痛，伊足痛，伊足艰苦。啊，你那个教的代表你没悲心，这样而已啦。啊，那这个悲心没有了，那你修什么大乘佛教就没有，跟你没有道理了。所以就这样。”我真的认识很多很聪明的人，啊，做什么事情很聪明，但是他就少了一个善良的心跟悲心，这是较可怜的代志。那因为这样，所以各位要发一个愿，不管我做什么代志，我都不会想要报复、反击，啊，就让我被误会了，然后说我是小偷要怎么样，我还是静静的，这是基本的条件。那第二个条件就是要对内啊，所以佛教说大乘佛教就怕你有这个伤害的心态，所以持戒度毁犯，就是说你不可以有一点点念头想要伤害对方，要报复啊。所以那第二步，那你才会想说以这个为基本，然后怎么去帮助众生。那为了帮助众生，各位一定要脑筋要非常的细腻，因为方方面面不容易兼顾。就像我现在很喜欢超度，各位很多人跟我很喜欢做烟供，那有很多做烟供的人也经常传给我很多问题，其实我已经不傻傻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像我现在，我只能说我也保留这种直觉可以处理代志。所以为什么说当然修行要修行到一个菩萨要度众生，你若无了解对方在想什么，乃至你就算怎样对方在想什么也不够，他过去世造了什么业等等，你都要还有一个很冷静的直觉啊，才有办法。所以讲到这，我希望各位还是要多念佛。像我的方法很简单，可能各位也应该都可以做得到。我会请观音菩萨，我有一尊固定的观音菩萨，那个脸在我面前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所以打坐的时候，所以然后这个事情有困扰了，那我很认真的祈请观音菩萨，这个代志爱走啊边走，那很习惯了，他就会回答。什么叫做回答？那是在念头了，念头，你会觉得观世音菩萨讲没问题 ，OK， 我说没问题。但是久了以后，你会发觉，当你念头很端正，存心为对方好，你讲的事情100%，这没有为什么，因为这是你自己知道的。但是如果你心里有一点怀疑，或是有一点动机不圆满，或是有一点没信心，或是有一点怕，那这个佛菩萨跟你之间的加持力就不容易展现出来，你就没信心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说，哎呦，老和尚很准。所以我每次以前在慧日讲堂出门，我就问法政长老，法政长老今天要不要带雨伞？不用 ，OK， 我变我准的啊。因为法政长老有时候我不问他就带个雨伞吧，我给你带。哦，这个叫神通吗？也可以算，因为他的直觉。所以很多人来找他生病啊，或者精神啊，他也不会讲话，他不讲话的去抄心经，去拜佛，但是我都会观察，真的有用啊。那你说他只是一个，因为他无所求，他有悲心。啊，就像我师公真华长老看人很准，他才跟我说：“海涛，我跟你说那个人怎么样？”啊，所以有一次我就问我师公：“那师公，你看我怎么样？”你没问题，啊，只是不努力。啊，因为他要我看很多经典，他要我去日本读完所有的书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认为我太老了，再来读书也没问题。但是现代人更多的需要一种心灵跟生命的感受跟经验啊，所以我选择通俗弘法去面对人。所以我讲到这，各位要有那个习惯，就是说你要行菩萨道，目的就是要度众生。那你要度众生，那你要接触众生，爱众生，再来你要能够了解众生的心态。那众生的心态当然有好的跟不好的，那不好的你还不能生气嘞。啊，如果你讨厌一个人啊，真讨厌一个歹心的人，你无法度懂众生。你对伊歹心，你可能在好心，安尼怎样？啊，比如说你看到最毒的眼镜蛇，你就有一个方法，哎呀，不要用毒，你好可怜，你也很痛苦，你会怕，所以你才要咬，你要用念头度它。所以我也经常跟这些眼镜蛇说法，那说法你要知道他想什么，他又怕，然后又有毒，这样，他也不是故意要咬你，但是因为他就怕你杀他，这样，他那个畏惧的心态，想必以前眼镜蛇是一只很聪明的商人或是什么，但是因为他伤了很多人，他现在的目的就活着就在怕，他唯一的想法叫攻击，那所以你要跟他讲，你要把观音菩萨的心态给他哦，各位就记住哦，观音菩萨的心态要给他，这个都念佛，那念观世音菩萨，对方就是惊我，对方惊去用台，那是这个人今嘛在破病啊，足艰苦，啊你要从有舒服的心给伊，这个都学佛，这个都念佛。但是如果你把你的这种，譬如说这个人在生病，那你不懂得安慰他。你怎么啊？后来你卖听，你卖多少点？我在那边看病人，我还啊本来听一半，我广告人都听100%。今天不是来叫过来，这个叫晚清这组，那我也不能讲啊，因为隔壁床的嘛，他就一直刺激他啊，对方一直，然后两个就在那边没变好戏啊，所以这个时候也没办法，他没有学佛，啊、那好好的人静下来，赶快念观音菩萨，念药师佛，念地藏菩萨。再融入于他身上啊，然后这个正在找他麻烦的，你也不能骂他说啊，你老母都被戏啊，你们会好戏啊那样，他一定没好一拍戏就对了。所以，那你也要念给他，对外人，对破病的人，对几只蛇，对几个堕胎胎儿。我想各位，我们很喜欢超度啊，其实超度我认为是一种高级的，为什么？鬼道都有他心通。所以如果你的心里面还有一些傲慢啊、杂染啊、对立啊，他就会排斥你。甚至你想去度的鬼王跟那个冰斗，还叫做冰斗，他会让你很难堪。所以我认为，我喜欢去监狱，或者我很喜欢去面对那些跳档统领来攻击那卖公给啊，因为我喜欢这样子做，对我也是很好，因为。所以我跟人，我把人讲话哦，我跟你讲不好，迄神请出来才讲做烟供好啊！我跟你讲道理拢讲不通啊！话又讲回来，就念下来，真心待人，就是你要从内心里面，就是说纯洁，真希望对方离苦，不要怕对方。我发觉现在很多人没有福报，赚钱啊，赚无钱，身体啊歹，家庭啊处理袂好势。因为他从来没有真心待人，抱怨、对立、防对方啊，这是最可怕的。所以我们学佛是要找到我们的自信，这是很单纯的。就像中国人讲“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”，可以，千万不要因为你做了领导了，做了有钱人，做了官员，然后你把你的自信跑掉了，变成看起来很现实、很对立。很排斥，所以顶世人你去用拍的，这世人你看到人拢会惊安尼啦。啊，这世人你去用棒杀的，这世人你感情很脆弱，那这个叫习性，那是顶世人的代志，你别再提了。你要相信人，你要相信自己，但是人往往都在这种心态，也因为这样，所以你要训练站在对方的心态，怎么样来热忱。只是今麦社会跟古早无同款，今麦社会各位在佛经里面的解释啊，多得不得了，看了会堵会困。我跟你讲，哈尼侪佛册，哈尼侪讲法，哈尼侪神地性，你看不完了。所以现在就叫答案公布了，没问题。那问题是，你怎么用？所以你还是要去了解这些。为了了解这些以后，是为了用，用在对方身上。但是用的时候，不要相信自己。我们是一个操作者，那真正的力量来自于佛陀的圆满的智慧啊、慈悲啊。意思就是说，我再讲，要把佛的圆满的智慧、慈悲、功德融入在你的内心内底，用佛的循环去走。但是呢，咱做了无一百分，就跟他讲，这个一个很会唱歌的歌星，把一个很好的麦克风交给你，结果啊，你就烧声，你嫌比较歹，鬼也拢派去了。并不是这个歌星有问题，也不是麦克风有问题，是你本身的声音不好，也不是你平常不会唱，只是你看到那么多人都惊到啊，等等等等的理由。所以，你如果不去爱众生，你就不知道怎么用佛的心。也不知道佛的心是什么，所以各位，大乘佛教就在这种爱众生里面完成修行。大乘佛教就是爱的修行，安有利啊无利，不是一种自闭、一种排斥众生、孤僻，那你都不要多修行啊！你要真实的想要去爱对方，然后那个时候才有惭愧心啊！佛有100%的空性大悲心，结果叠外。出去说变20分安尼啦，啊，因为展现不出来，所以我希望各位多观修，比如说观音菩萨，那你要观修，乃是你念阿弥陀佛也可以，阿弥陀佛各位能怎样？是要以大悲的精神帮助六道所有无一余的有情，断除他们各自的烦恼业障习性，然后而进入了圆满的观音的菩提心，而进入了佛的净土。啊，你讲是个简单，这来对假设500个，每一个人的镜头是什么？你都要一个一个突破。但是你用的是同样一个观音的心，但对的是不一样的众生。但是如果你讨厌这个，或是你不愿意去实践这个，或是你没有耐心，那你就没办法啊。所以各位要不厌其烦的。从有形的到无形的，从天人到地狱，你要点点去观修，这个叫地藏菩萨叫恒河沙定啊，念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，你就变成观修，你变成地藏菩萨，按照《地藏经》里面所说的为参考，然后开始去实践地藏王菩萨的行为，那种叫做观修了啊。因为你但是这来对真要紧哦。你要100%相信地藏菩萨就是你，你就是地藏王菩萨。你要以这样子的精神去做啊！但是怎么样帮助这个地狱呢？这个强奸犯呢？这个正在赌博的呢？那你那个时候要方便了，别拿改供，别拿改救。那你要一直去地藏菩萨，你负责悲心，然后慢慢你就会开智慧。好了，你观修好了，你觉得该过了呢？那你开始在白天待人接物、上班做代志，你要显现在你的事情上面。地藏王菩萨没有贪心，地藏王菩萨没有骄傲，地藏王菩萨不会讲别人是非。所以基本上你要守5戒、8关斋戒、10善业，这是基本你要做的。你不能说我就是在念阿弥陀佛，但是我脾气就歹，你卖给我念，我跟你讲。我跟你讲是较严重，但是你把事情给错了哦。所以我认识一个老菩萨，我等下讲你根本没有在念佛。苏利安来讲，我规刚要念几万遍呢。我讲你没有念佛，你在念经，你哪在念佛？什么叫念佛是？你要念这5分钟的佛，你要跟阿弥陀佛100%合为一体。迄阵你是伫咧休困快乐的时阵，所以各位今日来修8关斋戒有快乐无？那有迄是你认真，那无是因为你搁咧想迄件代志啊！你还执着啊！我著着干净啊！著阮囝无友好，阮囝咧食毒啊！阮翁甲放散，因为我足孤单，我咧欠钱。不管你有啥物任务，你有啥物想法，你要放下。包括在这叫一时涅槃，是讲你要讲这些世间法，刹那情不能有世俗的想法，你要干嘛？你全然跟你一起做观世音菩萨。做莲花生大士，做阿罗汉，古在力，那你要全然合为一体。那做菩萨要从啊？做菩萨是我是菩萨，坐在遐摆，不是是去救众生。所以我们要故意要放生啊、烟供啊、超度啊。所以早上我们音响 ，我懂不就这样，我搞礼拜。下头我都开始脑可能嘴大哦，堕胎胎儿无礼拜安尼啊，无甲交请，哇，你弄来欠东欠西加，多就搞我们战中法师，拜托，今年二工去买几罐啦牛奶无够啉啦，我交代个交代啊。因为我们光那个本子就1700万个堕胎胎儿，你用去吹哦，你看他看都吃袂落啊！我立马较济安尼啊！哦，我想你既然要超度啊，不够吃啊，啊来的是无量无边啊！啊，但是你要去观想，因为如果很顺就没问题，有一不顺，你还可以想，但是想你安那想我透过。那你就请示阿弥陀佛，我现在这个音响怪怪啊，还是口渴啊，还是哪里不舒服啊？然后他会给你一个直觉，要看这个直觉是佛的念头，佛的念头，那你就你可能是这样，你做看，哎，这样就好了，怎么样？啊，这样就好了。像我刚刚我把酒就赶扣，下午的时候好像在烧，啊，一直掉眼泪。后来我就自己也在那边打坐，而且想了看看我看得见看不见呢，结果还是看不见啊！我想后来我才知道哈，一只眼睛被弄瞎，在流血的星星，我看不见，但是好吧，赶快写牌位，瞎跟他瞎完的后啊，你还不能不信。啊，所以我跟他瞎玩的后啊，那原来这个也不是，我有时候还可以感应，我有时候很认真了，但是有时候我有一点烦了，我就没办法，我要透过其实各位拔杯，你卖自己拔，叫第三者拔，人就冷静的，对不对？你自己拔，我就是要记这杂波，按我拔嘛，没有杯，无杯嘛，和你拔到有杯。所以禅师法师讲。你拔一杯就是，你袂使拔第好，一杯就是有信心一杯，无信心三杯，要拔到三杯无简单，对不对？其实上是透过第三者冷静的分析一下，你懂吧？当然互相帮忙吧，啊，只是说这个只能从你自己在面对事情里面怎么样的去。我告诉你，我刚还没有出家以前学道教。他们叫我打坐49天，结果每天打坐，我就遵循啊，每天1-2个钟头打坐。后来我就变成我没有看，我只说，哎，你有堕胎，那你知道？我说你有堕胎就有堕胎，为什么？2个，这杂波就杂波，你哪里在？啊，反正我就知道啊，你进去敲多了。后来我发觉这样也不对，我就不再想这些东西。但是我那个时候变成有这个直觉啊。我原来打坐可以让自己有一个直觉，我也许反正你就有个念头说它有2个，有些是你有影像，有些是你身体有感触，但是佛教要我们修到用心去感受完了都会啊，这才是佛法不同于别的宗教了。其实这个听不是咱的听，还是伊的听哦，咱记起拢记是咱的听，就像《地藏经》说的，你梦到你往生的爸爸来找你，那个不是。那个是因为你贵体无量世的父亲，所以他必须变成你的爸爸的形象，不然你不会被他为他念经。所以你为他念3遍7遍《地藏经》，爱都会给他。只要你相信，而且因为他要我们是修行，又不是叫我们就我们念3遍《地藏经》更有修行，可以回向一个往生者或是这个亡魂。黑龙宝经，当然我们有。对我们还是好的动机，但是我要讲这个意思是说，当你对外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你对任何个性的不一样种性的众生，你都要有帮助他的经验。你说这个世间有84000烦恼，每一个烦恼你都要体受过，而且超越过，啊，我是得胃癌，结果我医好啊，啊，我这医好的过程是安怎医的？我得过胃癌，就像我一定会讲，学针灸的人，每一针你要自己扎过，自己扎你才知道痛，然后你才懂得去扎别人。同样的意思，一个要。